OK，大家午安，新年快乐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声音有点怪怪的，最近喉咙不太舒服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游戏是王父的前作，应该是这样讲啊，是狂父，然后的作者他的处女作叫做超，英文不要问我怎么念，我真的不会念，什么 miso，应该是这样念吧，我也不会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对。然后，这款它是决定版，是这样讲的。哦，那个似乎还是跟就是这以前的版本有差别，而且那时候以前我玩的时候，最初玩的时候还是没有，好像也没有分，听说这有分男女，对。那我那时候玩的时候是只有女生，应该是有这玩一周目的关系啊。那现在就是一进去的时候。他会 让你选择，你要先男生还是先女生？那如果依照我那时候玩的话，我应该先选女生啊，因为女生感觉比较可爱。对，那我们一样都是先从女生开始啊。男生的，听说男生的话不会有太大差别，可是中途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先从女生开始玩。等等，Please enter the film。我要先打他的名字，是不是？用键盘打。这叫什么？他第一开始名叫阿 K，阿 K，阿 K。好啦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叫阿 K，阿 K。好，就是你了，阿 K。真的？Is 阿 K？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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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？阿 K，阿 K，阿 K，Hello，阿 K。依然是如同以往的警告，救命！Help！找到我。Miso，为什么这样？好像 Miso 疼，味噌，到底怎么念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那个字到底这样怎么念？Miso。Missile，真的叫 Miso 米萨米萨米萨 Miso，，Missile，咋了？啊，这叫 Miso 啦，魏征。Is that you？是你吗，魏征 ？Miso，is you？Miso，Miso，我是在睡觉吗？我刚刚在梦里面吗？那是梦吗？是的。阿基，阿基，启程阿基。哎，说，我想我听到 Miso 的声音了。I guess it was just a dream。我猜这应该就只是个梦。Has it been 3 months？哎，已经3个月了吗？怎么3个月？什么事情发生？哦，no！哦不，太晚了。I'll be late for school。我上学要迟到了。Miso never stood out too much in our class. Stood up 是这样显眼，他应该是说 Miso 就是不是在班上并不是一个很显眼的人，是吧？挺身而出他在我们班上不挺身而出，那应该就是显眼啊，不突出。他在我们班上并不是个突出的人哦。Just a normal girl，她只是个普通的女孩，真的。I wasn't too close，我们跟他没有太过接近。本来 was always about missile。这个 D Y always 好像是就是好奇哦，对，他感到很好奇。但我一直都对他很好奇。There on her own song，哦，他对他这个人感到非常的好奇，对他这个人变了。哎呦，那么厉害！开个门，再把它关起来，衣服都穿好了，不给我们看一下，不给我们看一下你怎么换的吗？不是那个试穿变脸秀都可以直接在我们面前换吗？I hope I could be her friend。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他朋友。But I didn't have，当然那不可能发生的。哎，他是自己住吗？这好像是一个小公寓，床跟
琉璃，化妆，不是，厨房、床、厨房，然后书桌，啊，这个应该是自己一个人住，他住宿舍哦，自己一个人住宿舍的。Three months ago, Miss O went missing. Went missing. 3个月前 ，Miss O 失踪了。She wasn't coming to school. 她没有来学校。She hadn't come home. 她也没有回去家里。你怎么不知道？干，你跟她住在一起哦，你们两个同居是不是？She never seemed to feel home. Our parents were saying that she might have gotten lonely in something. 是这样，你家人觉得说他可能发生什么事？VOL 参与了啊？哦，他被卷入到了什么事情当中啊？哎，菜头安安，午安哦。没有，I'm off。好，我要出去了。我们开始读英文了，不是啊？因为这款游戏它是英文啊，目前没有汉化啊。不然的话，我也不想这样自虐啊！上次狂步自虐的很累。好啊，出去喽。The rumor in our class，在我们学校，我们班上有谣言。Was long dead by now，就是超那个 missile 已经死掉了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是吧？已经死掉了。Oh, I really hope they are wrong. 我很希望他们是错的。I wanted us to be friends. 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阿基，你不要想阿基，你想再多，你们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啦。依照剧情模式这样来看，你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啊。你们两个终不成局啊，懂不懂？对 ，Find me，找到我。找到我，看我喉咙好痛，救命！找到我，喝了我的喉咙。怀念的声音哦，有人在偷吃东西哦。等一下，有人在偷吃东西哦。老师，他把书拿起来在那边偷吃东西。你上课有没有在专心？还有人在那边偷看旁边，还有人在滑手机。老师，你上课之后在专心上吗？As you see here, and so as a result，他是老师吗？库雷塔，好，把你叫库雷塔，这样我比较好记啊，不然你们的名字都这样子，我怎么记啊？哎，Mr. Kuleta's always such a stud，stud 是什么意思？哎。哦，真是的，那老师永远都那么的，这么的好，是不是？这么的完美，这么的赞，不是？那个人一直在吃东西，害我整个注意都被集中在那边了。这么固执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是吗？他是说，哦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？这样，哇，这个人真的是哦，非常固执呢。都已经下课了，硬要在那边。硬要在那边跟我们那个什么，硬要在那边帮我们补习，随便啊。不是，他正在吃东西，那画面真的很突兀哎，整场都只有他一个人在动。That voice I heard in my dream，那个我在梦里听到的声音，是超吗？是 Missile 吗？I've got guts。哦，因为买那些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走神了？你在我课堂上走神了，是不是？他妈的，我在上课，你给我走神，God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竟然有胆子哈，在我演讲的时候，哦，忽视我，哦，走神，你很好，不是，后面已经有一个人在那边吃饭，你都完全不想抓他是怎样啊？都有人在那边吃饭滑手机了，你不抓他，你抓一个在外面看窗外的是怎样？This，哦，伊拉，安安，午安哦。看玩游戏学英文是因为你知道这那个每出现一段字，我就要 Google 一下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很可怕的。
尤其是我看到不懂的单词的时候，我都一定要 Google。必要的哦，他是说他现在讲的东西是考试必要会出现，考试一定会出现的是。普京安安午安喽，小伙今天安安午安。大家安安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如果你们觉得我声音有点怪怪的话，不要介意，喉咙不太舒服而已。比今天早上好多，今天早上起来根本讲不出话。So you would better listen，所以你最好给我听清楚。我他妈现在在讲解哈，考试一定会考的，你最好给我听清楚。你敢考不好，你给我试看看。我以为到时候可以关静音，可以吗？不行啦，这样就没有玩的意义啦。他们班好多垃圾，他们班都不注重整洁。你看，我真的觉得老师都很奇怪，上课在吃饭的啦，上课在滑手机的，通通装没看到，然后跑去，然后还有一个对他发花痴的那个也装没看到。那就跑去就是看一个那边看窗外的人，你有病啊！老师闭嘴！是，抱歉。啊，giggle，你看有没有？你看他又在吃饭了，你看他又在吃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嘛，这老到底是老师不专心，还是谁不专心？有啊，你们看到第一排从上面数下来第二个那个，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就一脸就是？深情款款的看着老师，用自以为深情款款的眼神看着老师，在那边当花痴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像不像？你们自己讲嘛。有没有？哦，老师好帅哦！哦，谢谢老师可以跑到我这边来，给我温暖的怀抱，那种感觉，有病。克雷塔，随便啦。Had a new suit， 对，克雷塔老师今天穿了一件新的衣服哦 ，like 什么 super 啥、啊？那什么东西？哇，超级风流倜傥的，超级帅气。还好啦，差我一点。阿雅卡。欸，他们的名字到底怎么念啊？好烦哦，我都只能这样直接翻欸。我们前面我们狂步的时候就只有阿雅啦、玛丽亚啦，还有谁？莫妮卡啦，没有莫妮卡，阿雅他老爸嘛，还有一个他们说叫什么鬼娃，是不是？反正就是那个红眼恶魔，也就这五个名字而已。这边怎么动不动都出现什么 Miso 啦、阿基啦、阿卡亚啦、克雷塔啦，光前面就已经出现四个嘞。You have been talking him up all morning。 哦，你今天整早上都在讨论他了，要帮他取绰号是不是 ？OK 啊。哦，声音对啊，现在早上的时候更严重啊，现在好多了。所以就直接帮他们取绰号是不是？有啊，我不是帮女主角，他们叫阿基。然后我直接把他取叫阿基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他。Don't you ever get tired of blaming？ 你难道对这些闲人你都不会感到很累吗 ？But he's such a ladies man， 哇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怎样绅士的 ladies man。Ladies 是女士哎、欸，所以你意思是说？你意思是说，这个老师他真的是个娘娘腔的意思吗？可是他真的是个娘娘腔啊！意思说呢，他实在人太好了，而且聪明，而且非常棒，而且是最好的。所以我现在看英文，既然他只有英文跟日文，他没有日文，所以我要来听你日文。日文我看不懂啊，至少我还可以查，日文我打不出来啊。Oh yeah, got a good on some hand ring。 嘟嘟嘟，嘟屁呀、啊，看不懂啊，他都在公山小啊。必须再插上一些护手霜。哦，他现在要插护手霜，你干嘛插护手霜？你要保养你的手，干嘛？给别人摸吗？不会吧，有谁那么变态，喜欢专门摸别人的手？哎、欸，来摸一下哦，很赞哦。
你会专门去摸别人的手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哈哈哈哈，好有道理。Did you hear? Yes, I did. There's a rumor. 有传言说克雷塔老师克雷先生还 looking for hand 对手，那有兴趣是不是？他有听说，就是说克雷老师似乎对手非常感兴趣，很在意吧？就这样，为什么那个女粉红色头发的女生，她的坐姿有点不雅？So maybe if I clean my hand， 如果把我的手保养的好，每天都保养好 ，all the time he will like me more， 他会更喜欢我。啊，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我是觉得不可能。I don't really care， 我不是很在意啊，亚卡。Don't really care， 不要在意。He says， 啊 ，You have got no eyes for men， 阿弟。啊？他是这样，他说你看人很没有眼光，对不对？你很不会去看人。啊？哇，你居然说不是非常在意。Seriously。What do you see in the...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